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回乌安国，安宁永无战事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始终是要成为朕的皇后的。你觉得赵孝如何？他可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想求娶江南郡主，为两国结下秦晋之好。他们是想趁着松亲队伍打开城门，你去了很有可能变成人质。外祖母再问你一遍，你可想好了？江南心如日月，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护你，以自己的方式。通知全体将士备战。不要在战场上让你根本想不到，否则我们如此轻易的挫败必有古怪。御林官请求紧急增援，永庆国人一路向都城进兵，不在师弟陛下向郡主托付后事的。现在大敌当前，不能让他为我分了心。特命迦南郡主辅佐四军赵喜，永宁我国生民。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，不要事事都那么坚强，试着靠靠我好吗？靖海侯是明大义之人，我还是很感谢你选择跟李谦一起并肩作战。希望我们一起守住这片土地。你是不是永兴国二王子？从此以后我们一刀两断。提服汉树，不知死活。神鬼兵器图，研制兵器从来不是为了挑起战争，相反，是为了保护子民跟城邦。